是 Yuna。今天的邻家女孩大变身，那 Yuna 怎么会想要报名今天的主题啊？因为我平常都不太化妆，平常的服装或什么我觉得很统一，然后想说可以来尝试点不同样的风格。你说统一是什么风格？就是我都是穿短版，然后可能高腰衣服都这类的。我觉得我自己太高了。真的吗？你几公分？170。国小，我刚好164毕业的，那时候国小超高的，那时候拍照都是凸起来。那凸起来怎么办？你是给他凸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可能就是脚开开，刚好我跟他们一样高。你说脚这样岔开，脚就开开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困扰。我觉得高的女生都会自己去迁就别人，弯下腰来，就马上进行改造喽。你们都去哪里玩？不一定哎。那你会夜唱吗？一两次而已。但我妈不让我去。双鱼座的妈妈很温柔吗？欸，看情况。她有很凶过吗？蛮凶的。真的吗？转眼术即将登场。感觉变了一个人。真的吗？有到变一个人吗？因为我平常不化妆啊，所以就感觉自信。变自信了。嗯。大你十岁，小姐。姐姐吗？姐姐应该还好。那你觉得大几岁就不是姐姐，变阿姨？15岁以上。哦，15岁就变阿姨哦。对，太短了。我觉得这个挑美呢，很适合你现在的打扮，而且你长得又比较可爱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嗯，把这边的嘴巴再往这边调一点。对对对对，你在吹气的时候，你鼻孔不要去搞，不然看起来鼻孔很大，就一起胀起来了。再吹大一点，只有这边通了耶，这边扁了。很好，很可爱。我甚至觉得你抿嘴也好看，然后微笑。对对对对，很可爱。脚尖着地，踮起来。身体往前，有一点距离的感觉。对啊，懂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遮裙子。内曲再往内扣。你的这个腿要立起来，双手可以互抱。对对对，还可以做一个屈脚动作。懂点，双手，或是单手。举起来可以。然后等一下不要走一直线。现在呢有这个脖子欠紧的问题，把手回来一点。你第一次穿高跟鞋？好啦，转侧来。你走路的时候啊，你都会，你的肩膀随着你的走路摆动的话，你看起来整个人不太轻松。你想象你的重心在正中间。核心的位置 ，OK 吗？重心在右边的话，你整个人会去屈就你的右边，然后就变得哎有点歪掉了。刚刚有一点这样子撞，你走。结束啦！我觉得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，但是刚刚的走姿，因为我自己
平常不太会穿高跟鞋，然后刚刚都穿着高跟鞋来走路，然后可能都不太会注意平常的走路吧。然后说他的瘦子，然后跟我说很多我都平常都没有注意到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